希望你们好好休整，然后我们再战疫情。现在呢，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全的结束，我们现在是要内防扩散，还要外防输入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回去之后呢，大家好好休整，还要回到各自的岗位上，为我们的患者服务。代表医疗。救治组，祝你们一路平安，祝你们平安健康。我们回去之后再见，谢谢大家。